山上打猎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一弦。歌声是我你了路，我从山坡奔下，哎呀我的歌声婉转如一弦。太好听了。今年你们是结婚多少周年了？四十周年了。我特地查了一下，四十周年是什么呢？红宝石婚。哦，所以阿姨今天我觉得您穿了一件红衣服，不是红宝石。是的。叔叔阿姨他们都是北影厂的老职工了哈。爱好文艺，其实也是这样的文艺的这种美好的感觉伴随着他们走到了今天，走过了四十年，所以我们听到了你们的歌声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怎么样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手艺，保一保我们的口福。好啊。叔叔先把琴放下来。来，平常你俩是怎么分工的呀？他洗菜切菜，然后我做。叔叔您打下手开始吧。好，你也给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推出的是什么。我们那个吃了一辈子就是几十年了这个菜。这个呢就是素食锦。现在把这个煮一下。阿姨我看您把这面筋啊都一个一个给它挖一个坑，这是为啥呀？这个一会儿煮的时候它好能熟。得把它煮软了。叔叔您是哪里人啊？北京人。哎呦，皇城根下的。阿姨呢？我是天津人。哎呦，离得近。你俩怎么认识的呀？他到天津去了。然后我请他吃了一顿饭。吃的啥呀？肉馅独面筋。可是叔叔我特想知道哈，那会儿啊您第一次跟阿姨见了之后啊，您的心是不是怦然心动了？对呀，说是一见钟情一见钟情，我这是从照片上一见钟情。这那张照片呢是一个侧面，戴着一个军装帽子，就是一个头像肖像嘛。哎，笑的他们笑的时候太好看了，太美了。就那个刹那间，哎呦，叔叔形象进入情节了。哎呀，然后这才是见面。阿姨啊，您见叔叔第一面的时候什么感觉呀？我也是先看了照片了，觉得他还行，然后一见面一聊，哎呦，就觉着他的这个艺术方面东西懂得特别多啊，然后给我学那个非洲的那个跳舞。叔叔那第一次见面然后就开始学非洲跳舞了哈。哎，就切片啊，就切片，别切丁。阿姨说这得切片，不能切丁。哎，对，阿姨的指示永远都是最高的指示。哎呀，是一句顶一万句啊，句句是真理，字字闪金光啊。哎呦，我听出来了，这两个人就得互相捧着哈。哎，甭管真的假的，捧着。每一样都得单独的过油。把那个木耳搁里头。哎，阿姨啊，你俩红过脸吗？红过脸。有一次，那会儿他们北影厂发电影票，结果那天我们俩呢，拌了两句嘴，结果他就把电影票送人了。后来他送完电影票，他就出差了，但是我就特别的想看，结果我去到北影厂领票，人家告我说的，啊，您已经把票给人了。嗨。哎，叔叔，您跟阿姨经常认错吗？我们俩谁都不认错，但是后来就说话就完了。啊，就假装这事儿没有。啊，对。哦，其实我也明白了，就是这个婚姻没有对与错，只有爱与不爱。哎，行，你总结的对吧？不能老去弄个是非。哎，你说说这错在哪儿啊？对，不讲道理。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。阿姨是吗？家庭不是讲没错，家庭是讲温情讲爱。哎呀，说的真好听。是，我得拿个小碗记下来。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过了四十年哈，真好。我还得给您搁点油是吧？对。叔叔平常您切完菜了，此刻您就跟着就陪阿姨聊天是吗？有时候聊天，有时候呢琴声又起来了。哎呦。
戏，跟着刘芝麻花烤肉赛吧，那边是我拉着琴呢。哎，阿姨，这香菇还要搁进去吗？对，还要搁。我再给您做上一点点油哈。嗯。我们在厨房用油是由鲁花提供的5S 压榨花生油。本来，嗯。这也得给它炒干了哈。嗯，差不多了，都搁里。好嘞。都放进来。嗯，再把那个面筋也搁里头。好嘞。多放糖，搁这么多糖啊？嗯，哇，那块甜的了。哎，现在不让喝，到时候你还伺候茶。哇，好。哎，你咱师傅真向着您、我刚才稍微质疑了一下，不会甜吗？这不是容质疑，不容质疑，品质会飞。不容质疑。我把酱油瓶拿开啊、哦！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太太的调理品和双汇集团喊大家回家吃饭，同样呢，太太的调理品和双汇集团呢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就可以知道叔叔阿姨这一锅吃了几十年的菜究竟什么味道。哎，该放酱油了，太太的酱油、不会咸吧？对不起，我问错了，不容置疑，不容置疑了。酱油来，阿姨您放，不容置疑。行了，出锅。出锅。好嘞。来，正式的尝一尝。哎。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啊！刚才我看见阿姨放那个糖，完全就像放甜点一样的那个量。对对对。但是此刻吃到这个味道，很复合。很复合。你不觉得是这么多的糖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糖，是找不到这个复合的味道的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我真的是觉得好好吃。可是叔叔，我想知道您刚才说，您和阿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天津吃的一个什么菜来着？肉片独面筋儿。肉片独面筋儿。嗯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个天津的特色菜，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四十一年前的事情。40年前。其实那一天的见面特别重要，所以您觉得那天吃的菜也就记住了。记住了。那后来您在家里给阿姨做过这个菜吗？哎呀，我也是只能切而已，但是你做我是做不了。咱们这个节目我是特别关注。嗯。每期节目里边呢，咱们都有一个大厨，是不是？嗯。而且是专业的大厨。我知道了，您之所以看我们这个节目啊，是想在这个节目里头，突然有一天啊，您看到这个菜出现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猜的这么准呢？您是？我懂您的心呢，叔叔啊，您先别着急啊，叔叔阿姨，这今天我们张大厨熬的绿豆汤，有，您先喝上点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先喝着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出去一会儿，您先喝着汤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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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叔叔，我先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特级厨师阿姨，来自于您的家乡天津。天津的。天津人。天津人。天津人。我昨天晚上啊，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寻找这位特级厨师，必须要会做您记忆当中的那个特别美好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天津一个老菜，独面筋嘛，叫也叫三点水的肚，是以前在渡口啊，哎，农家来做的。这道菜呢是天津菜一个代表菜，还有一个版本呢，天津有个土语叫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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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前都是没有文化嘛，不都拟音嘛，哎，这么着。咕嘟面筋，那就成了独面筋了，两个版本。这个
读面积的故事啊，对于韩叔叔来说呀，就刻在心里头了。您得赶紧把这个呀做出来。现在开始，您请。好，来，回归历史时刻啊，咱们看看这个菜呀，它有点讲究。首先呢，面筋呢都认为拿刀来切，哦，这个最原始的不允许用刀，是手撕面筋，必须手撕成大块儿，才可以。您看了吗？面筋处理起来啊，很粗犷，很简单，但是刀工处理起来要很严谨，很细致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处理一下啊，我们要切点黄瓜片备用。圆片是吗，阿姨？对。哎呀，对，好了，好了以后，咱们下一步呢，我们切点肉片。这个肉呢，不要太多了。我们要去皮五花。啊，我们给它切成薄片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肉片呢，就是为了找点荤腥味儿。哎，别让它太素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刀工处理、原材料处理，提前这些工作都完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花椒油啊炼一下。这个花椒油啊，用点香油和这烹调油一起来炸才香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油滗出来。下一步呢，把这面筋呢要用水啊紧一下，因为面筋是油炸品，把它的油脂去释放一下。还有一个呢，让它回软，油也煮出来了。这时候我们把它捞出。这捞出完以后呢，一定要把它的水挤出去，一会儿在读的时候它才能吸汁儿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炸大料油，我们放一点点油。大料呢也叫八角，我们要放个四五个，让它炸出大料的香味来。油花已经出来了，香味出来的同时，我们把我们切好的肉片放这里头，而且呢，看到的肉片呢马上就泛白了，它打卷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充调料了。我们呢，煸一点点面酱。当面酱煸出香味以后，我们泡料酒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泡点点酱油。这时候呢，我带来的这个高汤，这个高汤怎么这样呢？因为小江跟我说完以后呢，一定要还原您四十年前的感觉，所以我把这原材料很精心的在家的炖了一个汤拿过来冻了一下，所以你看的跟有固体物似的，其实就是汤。哎呦，谢谢您，真用心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大火，把我们炒好的面筋放入了，然后呢，这就开始镀了。镀了，对了，这就叫也叫咕嘟了。然后呢，让它这个汁儿啊、口啊，一点点的吸进去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点糖，一点点，千万不能吃出甜口来。现在呢，我们会点淀粉水，煮面筋分三次打芡。因为呢，它吸汁儿吸口，如果我们一次下到位就打坨子了。我们下一次切，然后呢，和开，让它再烧会儿，再打一遍，然后让它继续烧。好，这烧烧呢，我们再压呢，最后一次打芡。好，这味道也出来了。我们关火，然后把我们炸好的花椒油淋在表面上头。好，这样式呢，这道菜算做得了。然后我们把它盛出来。哎呀，然后呢，最后一道工序了，我们把这个黄瓜趁着这个热敷在它的表面上头，这样呢，天经地道的煮面筋就做得了。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大家回家吃饭，同样呢，泰特的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呢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就知道在回家吃饭的厨房，好些个记忆中美好的味道是可以还原的。您呢，尝一尝，
是不是以前的老味道？我的天啊！这个呀，您俩得亲自来，亲自来尝一尝。完全一样，真的，就是在这盘菜，跟前，我们互相约定，从此携手共赴人生。所以啊，我们特地的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您等着。你约热内卢的奶牛腩，我们相声界拜师，到家里来吃什么呀？炸酱面。到委内瑞拉拿了风花豆干的，就像那酱；捧哏的就像那面。绿鲤鱼与驴搁一块儿，你们叫炸酱面；不搁一块儿，它咸死，你没味儿，谁也好不了。我真的不相信哪一个特别牛的艺术家说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。所以现在人都管我们叫炸酱面组合。今天是教师节，感谢老师。我们非常感恩，但是我们很愿意。做一顿好吃的饭，让你们吃一顿可口的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期待。我在想此刻呀，我和大厨哈，有点多余，觉得咱俩撤。好了，走了。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祝天下所有的眷属都幸福美满。好，咱俩赶紧走吧，点灯泡。叔叔阿姨再见啊。好了。